各位同學，咁呢個係 part two 嚟噶，係CU 啊 ，CU 嘅呢個 CU 嘅Department M Math 1520C 啊，咁就2023年至2040年，即係舊年嘅。咁我哋 part A 講完啦，我哋做 part B 嗱 ，part B 咧就揾佢 D N 字啊，咁但係 delay function 咧，其實即係你 change 咗 base 先，咁呢條啊。咁 change 咩呢？就 E 嘅 ln k 等於 k， 用呢個 property， 所以我哋 f x 可以將佢寫做 E 嘅 ln e x， 即係 E 嘅 x ln e。咁嗱，咁樣可以狂啲噶啦，第一次 D 就有個 ln e 抽出嚟，咁即係 ln e x。咁再 D 嘅時候咧，咁你都係多咗 ln 二出嚟嘅啫。咁再 D， 咁 D 到 n 次咧，即係 ln 二 n 二 x 次，咁就搞掂啦。咁咪睇唔睇到咧？你可以做多一兩次噶。好啦 ，B 嗰度嗱 ，B 嗰度咧，將佢擺喺上面，即係負次方咁樣。用 chain rule 嚟做 ，D 嘅第一次就有個負一，即係負三出咗嚟，同埋負一三 x 加二嘅負二，跟住 D 嘅第二次有個負二，即係負三嘅二次方，咁有個負二嘅，我咁樣寫。還原翻佢原汁，而唔係三乘負一。咁下一個咧就三嘅二次，負一負二。咁D第三次咧就三嘅三次，負一負二負三，三 x 加二嘅負四。好，咁其實咁樣已經有 D n 次嗰個效果出現咗噶啦，就係三嘅咧就 n 次。就負一、負二、負三，乘到負 n， 三 x 加二嘅負 n 加一次，咁寫翻靚佢啦，梗係要寫靚佢啦，係咪先？變靚啲都要啦，係咪先？咁又寫翻落分母啦，應該要分母嗰啲 n 加一，三加二 x， 三 x 加二嘅 n 加一次方，三嘅 n 次方，跟住有 n 嘅 factorial， 仲有個負一嘅 n 次方。整個答案就可以咁樣做啦，即係呢個係個即係秘技嚟噶。咁你可以 combine 佢得嘅，不過唔 combine 啦 ，come on 好啦。咁啊呢條咧用 first principle 去 D 佢 ，first principle 條式係咁噶 ，limit h 趨向零。咁你話哎呀我冇背 first principle 條式，咁你花幾廿招啦？唔得噶呢個，即係冇得玩噶，即係你而家成年人嚟噶啦。好啦。咁f x 加 h 咧，即係將呢個 x 變咗 x 加 h 嘅啫，就一 over 二加 x 加 h 開方減 f x 就照抄翻佢啫，再除翻 h。咁用嘅方法咧，通分母，下面通咗分母先啊。二加 x， 二加 x 加 h。咁呢個咧就開方二加 x 減開方二加 x 加 h， 咁要乘啲嘢上去嘅，乘啲咩咧？唔係你加乘啊，係乘二加 x 加開方二加 x 加 h。我發覺咧，呢度做嗰頭嗰部分咧，其實都係較為容易噶，即係超易啊，超易啊！咁不過唔好講即係烏鴉口啊，講錯咗即係跟住咧，抄錯咗大 Q 鑊啦。copy 啊，我係一隻 cat， 我係只 copy cat 咁啊。好，呢度有翻括括住佢嘅。咁上面咧就變咗二加 x 減二加 x 減加 h。
咁我唔寫到報啦，因為費事搞咁多嘢啊。咁啊約咗佢呢個二加 X 約手嘅，剩翻個負 H 嘅啫。咁個 X 約咗之後咧，呢兩嚿約咗。咁上面係負一，下面咧就會變咗係呢個開方二加 X， 呢個開方二加 X， 即係有開方二加 X 一嚿，開方二加 X 一嚿。咁呢度咧有兩嚿。咁所以 over all 個答案咧應該係負一 over 二，二加 x 嘅三 over 二次方。咁個呢個就 first principle 嗰條式啦。好啦，跟住嚟緊嗰條係 defensible continue 嗰啲噶。咁 let a be a real number，f x 係 be a function defined by 兩節啊 ，two part function。上面就用 e 嘅三 x， 下面就二 x 加 a， 即大过零就用呢、這个，细过零就用呢、這个。咁佢话 continue 嘅 ，continue 嘅特性咧，即系话嗱 continue 呢个 continue 咁可以揾到 a 噶啦，即系呢个 limit x 趋向零 ，f x 零正啊，等于 f 零等于 limit x 趋向零负。好啦，零正就用邊條咧？呢條F 零咧就用呢條，即係 A 嚟嘅。咁零負都係嗰條，都係同樣 A 嚟噶啦，我唔寫落去啦。咁所以呢個零咧，即係 A 係等於一，真係開心啊！條妖，即係嗱呢啲即係題目真係開心死啊！好啦，咁佢問佢係咪 defensible 啦 ？defensible 咧呢度要用左面同右邊啊。左面 h 趨向零正 ，f 零加 h 減 f 零除 h，check 下佢幾多，跟住咧有個零 h 係零負嗰度，check 佢啦。零正咧就應該係用上面嗰條啦。即係 e 嘅三 h 減 f 零係一嚟嘅，因為佢 continue 噶，咁 over h， 咁呢個 limit 等於幾多咧？你可以用 L'Hospital's rule 做，亦都可以整嚿三俾佢彈。咁跟住括住嗰嚿嘢就係一嚟嘅。咁當然你要守即係你要具備一啲嘅基本特性先得噶。如果唔係唔具備一啲基本特性嘅話咧，咁就唔使玩噶啦，咁就翻屋企吔照噶啦。我睇下有冇計錯數先啊。好啦，嗱冇計錯數啊，冇計錯數啱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零負咧，仲用下面嗰條。零負即係二。h 加 a，a 係一嚟噶，減翻一 over h， 哦呢個係二嚟嘅。嗱左面嘅呢個你哋可能會用呢個嘅，就 right defensible，right derivative 同埋 left derivative。咁個符號上面都係一個代號啫嘛，先即係我字頭都係一個代號啫嘛，就係 k 溜啦，咪先。咁所以 not defensible 噶。因為呢兩個唔一樣，嗰兩個數。好，呢個係第二 part 嚟嘅。咁我其實揀開曬佢，分開一 part part 咁做噶啦。原因就啲題目嘅題型都唔係話即係大致相同嘅，咁啊，即係佢喺個 cut point 嗰度咧，第六條係另外一類型嘅，咁所以 cut 開咗佢。咁嗱，咁最後啊，呼籲各位同學 subscribe Dr. K 啲 message 嘅 channel 啦，我會繼續做埋第二 part、第三 part 嘅。好，唯有共勉之，加油啊！